当地时间24号，北约乌克兰问题特别峰会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。北约在会后宣布，将强化在北约东翼的军事部署，并继续对乌克兰提供支持。当天的会议持续了大约2个小时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上发表视频讲话，呼吁北约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。他说，乌克兰需要战斗机、坦克、防空系统等来对抗俄罗斯军队，但目前北约并没有采取实质行动。北约在会后发表声明宣布，北约将加强在东翼的军事部署，在匈牙利、斯洛伐克、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部署4个新的战斗集群。至此，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北约东翼地带将总共有8支北约作战部队。同时，北约表示将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，并继续在网络安全和防范化学、生物放射性和核威胁等领域向乌克兰提供支持。不过，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重申，北约无意直接卷入俄乌冲突。对于泽连斯基在特别峰会上呼吁北约将其1%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提供给乌克兰，北约方面也没有给予明确回应。